光明80年代的玩具口袋玻璃，现在呢也走进现实世界中，和 Airbnb 来合作了，把它的口袋宝盒打造成全新的睡衣派对小屋。就是这样一个画面，看到掌心口袋屋放大版本，缤纷抢眼的色系让一秒就坠入玩具的世界。地点位在麻州的利特尔顿市，为了庆祝口袋玻璃满35周年活动，业者和 Airbnb 打造2层楼高的口袋屋，完美复制了玻璃的生活空间。每个晚上售价大约3000台币，限时3个晚上，让粉丝有机会步入儿时的袖珍世界。